天子宫大殿地下有个通道，可以降落到黄泉。也许这是一条你可以回去的路。真的吗？我可以回去了。我从那条通道下去，击退了恶鬼葵皇。我知道葵皇，如果能到他的巢穴，我一定可以找到回家的路。只是那里机关重重，你只身一人。放心吧，我自有办法。我可是炎帝之女，人间有你，百姓之幸。谢谢你了，即将。我又回到这无比熟悉的宫院，却恍若隔世。噩梦般的回忆并没有从我心里消散。我不愿回来，但是我不得不回来。阿紫还在这里，阿紫在等我。冤有头债有主，天河，我们来做个了断吧。我可没投靠田氏，更没有杀害过齐国国君，是那个和我同名的小子干的。我知道你是孔夫子的学生，我相信先生。啊，太好了，终于有人信我了。先生为人率直，常因直言不讳而惹得夫子不悦，世人也时有替先生抱屈，觉得夫子对你过于苛责。即便如此，先生仍赞夫子功盖尧舜，绝不会做出背义叛君之事，即便做了也一定会认。哎，你说老师他怎么就不信我呢？子曰，君子应纳于言而敏于行。你说的没错，大道至简，事涉一身，我便忘了。先生怎么还没走？我是早已逝去之人，时间早晚与我又有什么差别呢？倒是知己难求，我留下也许还能尽点绵薄之力。多谢先生。你知道这机关怎么破吗？我猜该不会把三个转成一线就行了吧？不会就这么简单吧？大道至简，大道至简。这田河不知学了什么邪术，可以通阴阳、驱鬼魂，还能操纵活尸。王姬无论看到什么都不必吃惊，切不可乱了心神，反倒中了圈套。即将明白，多谢先生提醒。Thank you.
王姬面色不善，莫非经历了一番苦战？嗯，我明明已经打倒他，他的魂石还在我身上，怎么会？我早告诉过王姬，天河用妖术打开了通往黄泉的通道，让我等死去多年的孤魂又得重回人世，操纵一具没有灵魂的尸身也不出奇。先生所言甚是，是我想多了。世事本不复杂，是人心复杂。
随本能欲望行事的人和禽兽并无区别，自以为王却不过是为人驱使的傀儡。季家回来了，你姐夫我和你姐姐可担心你了。住口！无耻之极，快把我阿子还来。我知道你和舒家姐妹情深，为表我的诚意，来人呐，把舒江放了。我只知道江氏有古神血脉，一开始以为得到古神力量是身为巫儿的舒江，没想到是你白费了我许多力气。良禽择木而栖，我希望你能助我一臂之力。我怎会与你为伍，简直痴心妄想。像你这样犯上作乱的人绝不会有好下场。犯上作乱？是你杀了康公，你还杀了天子，你说我犯上作乱？我们是同样的人。住口！你杀我父亲，辱我长姐，今天就要你血债血偿。老夫乃用智之人，和尔等习武莽夫怎可并论？不过你也别以为田氏没有用兵之人了。这是何人？
孤陋寡闻，连我先祖田壤居都不认识吗？他的光辉事迹，你就去底下问你的先人吧。Thank you.
天下大义吗？你我都是天命之人，天赋异禀，我们应当一起造福苍生，让百姓安居乐业。大义，天命，从你口中说出来，太可笑了。身居高位，却只知道争权夺利，不择手段。你真的是为了天下苍生吗？心怀黎民之人，怎么会用邪术迷惑人心？怎么会培植傀儡，屠戮异己？你太天真了！世人愚钝贪婪，怎么可能自掌命运？不，谁也不是天下之主，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。子曰：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”不，夫子说的是：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你是不会懂的。幕后指使的幕后，又是谁人在指点江山？真相的背后，难保不是更多的疑云。这就是我所生存的世界，一个无比荒诞的时代。在荒诞的时代里，什么都会发生。一切看似落幕，然则史书记载，周安王十一年，齐田和迁齐康公于海上，始祀一城，以奉其先祀。十三年，齐田和求为诸侯，王许之。即将隐姓埋名，投入他所信仰的使命中去，再无人听说过他。即将所期望的人人得以自主命运的时代，是否终将到来呢？答案在你的手中。